我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再拍一下是不是？好，要麻烦边帮我把麦克风收一下，然后我们这个角度再让大家拍一下。好，哇，多甜蜜啊！这是为了弥补刚才 Peggy 叫 Peter 那种婚纱的裙摆。好，来两位的正前方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让我偏差，也挺有大意。虽然 Peter 也很爱摄影，但我们天生干了，真的招太多了。来，我们绕一下。好，我们的新郎呢，捕捉我们新娘的倩影。你真的有拍吗？果然哈，新郎拍新娘，新娘就变俏皮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媒体朋友。自拍 ，Peggy 自拍。刚才媒体在背后说，啊，那家相机有那个独家的啦，他都没有按下去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Peter 大师那边有问题。对，还有，太冲动了。今天，要谢谢各位在场所有记者，因为今天是记者节，对。然后呢，刚好我的大日子也选在跟记者节同一天，大家记者节快乐 ，Thank you。哇，今天是属于现场媒体的日子哎，大家记者节快乐。Peggy 现在有喜讯吗？还没。对，所以我就说不能灌酒啊。今晚搞不好是有。不是双喜。好，谢谢。我需要帮忙。今天这个新娘服非常非常美丽，要谢谢知了婚纱特别的定制。谢谢，我们邀请在现场的众多媒体朋友们，我们先到。更多精彩内容，下载乐视视频移动客户端。